丽丝将设为本机的名称，请确认。等等，爱丽丝这个名字是姐姐乱念的吧？正确的读法不应该是 ALES 妹妹吗？那也太难念了吧。怎么样，爱丽丝，你喜欢这个名字吗？肯定。本机爱丽丝。我可是很会取名字的哦。我是游戏开发部部长柚子，欢迎你来我们的社团，爱丽丝妹妹。以后请多关照。请多关照，理解。柚子成为了伙伴，棒棒个棒。前方出现妖怪。哈，等一下，刚才他是不是叫我妖怪？如果选错了选项，会进入 bad end 吗？ bad end， 有可能啊。那么爱丽丝妹妹，我要开始提问了。啊，爱丽丝知道接下来的故事走向。敢这么对我的人，你还是第一个。是告白的剧情，小个子女仆小姐对爱丽丝一见钟情了，获得一张 CG。 啊，你在给我搞笑吗？你说谁是小个子女仆小姐？不想活了吧你。我要上了，魔力充了100%。这是关爱。距离不变，我还是占绝对优势。就算你能开火，也瞄不准我。不需要瞄准，要上了。说过行不通。啊！喂，就这么发射？不会吧，你这是瞄准的不是我，是地面。有事吧？该不会被爆炸的瓦砾给……我刚刚瞥的爱丽丝妹妹已经满身是伤了，那我们的小部长会不会被压平了？你说谁小呢？啊！哇哦，不愧是咱们部长，还是活蹦乱跳的嘛！你到底是哪波的？